超紧张，其实前面已经就是从接到开球通知的时候就已经有投练习，对，就是下班的时候都有去练习，然后到刚刚在练投的时候其实状况本来都还不错，但实际上场就是好紧张哦，还丢到院长。在小飞机上面视野很好，对，就是所有的球迷都看得到，那球迷他们也都很热情的跟我挥手，然后拍照跟打招呼，对，所以觉得很兴奋，就是在场跟他们是一样觉得很兴奋的。